家啊，富强富顺，定是我爸母百岁年啦。我叫您专心来勤读圣言，万我后日金榜的题名，风车印子。想不到你这个贱人啊，你做事实在世人太可怕了。我以为你清白玉女，伫当时事先就已同伊古文友私吐奸情。我是一个清白，什么人唔知我玉林呢？世代的师兄，哪来娶你这个百花猛柳的女性？我唔愿，唔愿你秀英来对我这样做事。我自从我一包下，要来抵抗着你李秀英有什么能力？你也是受孔子公教育的人，无知识的实力，你敢抵得动我王玉林对你的凌辱，对你的痛苦？上一方面，唔敢让四大人知影，避免引起老大人的伤心，吓到我自暴自叹。房间唔去，全部是在这个自愿在倾吐性的，只是嘴皮在底跟我谈判，叫我是要怎样来过着这个冷落的日子呢？饭是袂吃，若想到你这个李秀英。更高是我王玉林教育的差距，真哩！我应声就恨你，我就恨你啊！
请官人吃茶，请官人吃茶。哦，无必要。啊，官人，你为怎样这么正气愤？你是为什么呢？你讲好，哼，叫我讲，问你自己就知。哈？问我自己，我袂明标，你袂明标，自己做事，自己不明标，讲着人的解说性。我叫林，我行过的路，同你闹有何干？可是一个读书人，不如有的物件，我在我的身上。今日我来伫个读书，来伫个操劳我的精神。我袂嘴刀，我无叫你，你捧茶来是要创什么？我只惊你对打后看，唐凤玲就是要让你自看。什么？唐凤玲要来我自看？是，你真的真纯情啊，真的真美的。哈哈哈！世间的查某实在。果然让看袂当初，俗语提说：低人低味不低心，为好为皮是难为苦了。哎呦，家有贤妻夫无孝，父好孙贤，你这妻不贤呐、啊！我见你马面呐、啊！哎呦，臭杂毛！嘿。
皇帝到主爷，我来奉敬，今在左右，大家气愤我，出手就把我破，出脚把我落井下，微微就做离开，到底不知气我左右。你要哪样子？当作天差把你换掉，是，不要给你努力，你所以来见你。你变何人知影？秋月，你唔通去。何人啊？紧来一个。我甲你讲啊，你啦。秋月，啊，到门也是。哎呦，安尼变哪样嘞？我紧来看卖嘞。哎呦，秋月哎，拜见伯父。面面真乖呀，姐。方才呀，只用钓一个够秋月无影。伯父。你哪会这么乖，哪会这么温顺？哎呦，这夭寿啊囝，无甲你同房，要哪会用你嘞？安尼哦，我若要等老婆一个孙，要等到当时，你乖乖难靠，婆婆来去伺候你哈。你等下我来去。婆婆，你听说我受了，要带寡人来放来。哦，罢了，忍受我的艰苦。一切大事你也不能来知道，我万行就原谅你。大丈夫在休息一下，你小姐变成到这里真可怜，我也都好好把她安顿。出来得
计是无外挂，卡行、三行、四行，都行伊房间靠过，原来看到房间，人就一直懊悔起来，心肝拢总是袂清，要无赶紧来去找所有花纹，解这一过忧愁啊！反正是嘞，哦，小李嘛，那你是要去倒位啊？你母亲，嗯，你是要去倒位啦？我，哎呦，你是安怎呢？我要来去找自由花纹啊！要找自由，他新娘带来就无几天，你都要去找自由，安尼要哪会用呢？哎呦，你这夭寿啊，囝哈，哪会讲无甲新娘洞房，跟爹阿母来去，囝、来房间。母亲哦，安怎？我来去找自由嘞，随时就倒转来。没有你啦，你坐起要做甚物嘞？你嘛赶紧来去解洞房。快到明年啊，生一个孙，给我抱，给我摇，紧带娘来去，娘也来去啦。哎呀，紧来去啦！阿母亲，哎呦，给你扫哩！哎呦，要是我这房间门给你锁哩，给你关嘞，安尼就好些啦。哎呦，老师来紧你来听哈。母亲，母亲呐、开门来了。阿娘，开门出来啦！哈，真是要气死了我！阮阿娘为甚物？哪会讲我无甲新娘洞房，把我三倒转来这个房间，我锁连门都甲我关咧，外面说句话啰嗦，我先过来开袂出去。啊，母亲，临早就囝的痛苦。是够什么款？你老大人敢那微微，我会早一日。你的好心妇来给你生一个孙，通让你手抱手摇。你都不知影秀英的心肠什么样。李秀英，你敢讲我老母听我对你的歹感情？神灵，你到我老母听，我一个跟你互为感情心，会好也袂完全。我叫林贤此时对着你心怀疑念咯，门把我关了，好袂当出来。我以后唔得爱在这个对正林的房间隔袂实，看到伊面就厌面，亲像我感情顶的秀人，叫我是要怎样跟伊过五更呢？这里这乱，哪会寒嘞？寒寒，寒啥的？我是叫你寒人。你免跟我叫遐尼只单纯好嘛？你叫我王玉林就真好。王公子，到底你是什么原因？你含珠不露，使我袂了解。我若是倒也不满。我受用就受多的欠定，希望看了你多多的知识，多多的知识，爱知识问你自己良心，问你自己就会知，何必得跟我叫人来讲呢？哼，你对我老母讲，讲我无跟你同房，安尼我以后就要来找你心，我王叫人不是无你的事。你的房间，你出去一个，我袂去吵扰你的精神，袂让你在难为情，袂让你在艰苦心了。去边啦！我边来带块现钢笔，带点甲清清爽爽，免顾着你目屎，免做母气，免惹人心，去边啦！看着你的面，我就气啊面。我叫你含珠不吐，我只有独谈利益，要对什么人讲呢？哦，我真是要气死了我！我
消息愈万切，仙人啊，迄、那个宝贝佫给我拖者拖者，佫伫给我塞宝贝。哎呦，思愈想愈气啊，我气到。